感谢 Apollo Fiber Insight 赞助播出。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净化除菌，消除恼人的异味，并且方便携带，让您走到哪里干净到哪里？当然有，就是我是干妈妈，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一直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直到她把我带回家。我有魔鬼毡的设计，不用施工，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她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现在她使用抹布，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大家好，同温层突破同温层，我是童文勋，我是杨倩红。今天换我戴黑色的帽子。杨大哥今天穿西装打领带，所以不适合戴这顶帽子，是比较休闲的，所以今天还是我来戴帽子给大家看。其实黑色的，因为我们头发是黑色的嘛，所以会变成好像比较融成一体的感觉，所以可能黑色大家都怕脏，其实黑色其实可能没有其他的浅的颜色出色。所以等到那个，因为现在粉红色在厂商那边在打样嘛，所以下次我再戴粉红色给大家看，这样子。其实男生戴粉红色帽子很好看的，真的吗？对，到时候我强迫那个杨大哥戴给大家看，好好。一样就是我们从纸牌屋的这个系列哈，我们的一开始的呼吁都一样，就是限期国土下架蔡英文的废论文。然后要求教育部应该就这个事情，因为教育部现在已经接到。这个监察院的信是要求他查论文这个问题。那在查的这个过程里头，事实上如果教育部愿意从善如流，国土是他管的。教育部应该告诉国土说你放错位置了，那个现在是有疑问的，你不可以这时候就主动去承认那是一篇论文。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指出它是论文，是啊，那不可以做这样子的过度的裁量，这个有碍国土自己本身啊，而且这是法律哦，学位授予法16条违反了，那再一次警告啊，这一次我们也希望教育部不要站在旁边，这是你的责任的，敦促国土去做这件事情。这根本就是一个台湾的硕博士论文的上架的系统，你把它放在台湾的硕博士论文上架是要干嘛？是啊，是台湾已经收编了，鱼目混珠了。台湾已经收编了，鱼目混珠是吗？是啊，台湾已经收编了 LSE 吗？伦敦大学吗？然后我们杨大哥刚刚还是说伦敦大学跟 LSE 的论文是鱼目混珠，是啊，是鱼目混珠啊。就其实我觉得，LSE 把它当成 book 放在那个地方，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也是鱼目混珠啊。对不对？对，这不应该这样做嘛。虽然他们做了相当程度的处理，可是我觉得这个处理是为德不足，有碍 LSE 自己本身的名誉的。这样做就会觉得有些人说那个 LSE 原来是某某大学，某一种动物的大学，是我觉得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野生的动物大学，实在是很糟糕了。这个不应该变成这种大学嘛？你原来是有很好的 reputation， 那现在呢？为了这个事情这样子，合划算吗？难道你自己的那个名誉？我想起那个当时候有人写文章批评 LSE 的时候，说好像。钱不只会说话，而且会、这个卫报英国卫报的记者，英国卫报记者讲啊，是连你的尊严跟你的斯文都全部扫地。就是这个有钱的这个 monster 呢，他可以在校园里面横行，对，然后你的校园的自尊
跟你到最后你连 common sense 都不存在了，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学术的殿堂？是啊，连 common sense 都没有了，如何研究这个人类这么重要的事件呢？嗯，而且事实上这是要追踪到底的，因为一开始在不管是就是现在有一出了两个问题嘛，这两个事情不管是斯里兰卡或者是在格达费的儿子这个事件，一开始他都是否认啊，对，然后被追到底的时候才有不得不承认，校长要走，对，才不得不承认。我觉得这个对 LSE 来说就是一个耻辱。嗯哼，那 LSE 还要这样做吗？好，那一样的问题，国土你还要这样做吗？这是你的耻辱。其实我们在指证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参考看看嘛，其实这不是恶意，而是你有机会可以改正自己的犯的错，没有人不会犯错的。那如果说你及时更正，对你来说是好事，知错能改，对，善莫大焉呢。这不是教育系统的人，你为什么要在图书馆服务？是你无非是希望这个国家的对的真理，然后可以延续，可以保护，传播真实嘛。那现在为什么要传播虚伪？我们主张我们要在数位世界来重新建国，重新开国，其实靠的东西就是知识，就是真实的。国家图书馆不就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的知识的殿堂吗？原来是我们认为在国家图书馆里头所存的书都是真的，现在被我们发现也有假的，就这样。好，然后我们一样，第二个呼吁就是还是一样针对教育部，教育部你应该要赶快取消蔡英文的教授跟副教授的资格。对，好，因为这是两个程序，因为你只要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就会请考试院动作。嗯哼，因为考试院根据你们的教授副教授资格而给了蔡英文在1996年给他一个律师资格。嗯哼，所以这很严重。我们也请导播再把这个检核的律师资格的这张我们查到这个，这个跟挖骨灰一样，把一些古老文件都挖出来了。所以他是依据这教授副教授的资格以及他所教书所得到的一个不当的利得，这算一种利得吧。利益啊，一个不当利益，他不应该有台湾的律师资格，因为他没考过。那现在却绕了另外一条后门这个路，不过这个后门也后来堵死了。对，它是末代的检核，末代的检核的。哦，觉得这个都是，这是公平正义的问题啦。就是说，这种事情如果继续存在在台湾的话，对台湾未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发展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如果说今年年初他接受四大佬的建议，对不 对就不要选了。其实他还是一个还保有他的这个过去所创建出来的，虽然我们认为不是真的，可是他可能还是保有。你的这一百劫遮千丑，这话真的很有意思。只要你愿意做了这样一件对的事情，就可以使得过去你在有这么多的错误，没有人会去计较。嗯哼，我们也不会去追论文啊。我们今天是认为说，看起来你想要继续做台湾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职位，就是总统这个职位、国家领导人这个职位。那我们当然是用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本身的要求去要求你，诚正信实，只不过最基础的。你现在连在这么基础的诚正信实都通不过啊。都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你自己也很努力的拿出非常多的所谓的证据，想要证明说你有得到学位，有写过论文，可是拿出来的东西到最后证明反而不是你的期望，证明没有。我们今天我很高兴最近看了很多网络文章，很多人看出我们的逻辑了，是我们并没有去什么做什么发明创造，我们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蔡英文政府所提供的。
那蔡英文政府说我提供这些资料就是我有论文我有毕业，可是我们刚好从里头看出你的论文有问题，你的毕业有问题，就这样。嗯，好，那我们再看一遍哈，蔡英文放在国图的这一本东西啊，这本东西它的第一页有一个这个中文插进来，它这个论文里面的第一页是一个中文。我们请导播进来，这个是他签名的，在9月26号放进国图的啊，这本这个我们认为是散文哈，拼起来的东西，因为不是一本嘛，它只有数位上架嘛，所以并没有旧的，就是在1984年真正出版的那本论文，它是一个拼装的，然后变成 PDF 档，是一个电子档案上传的。我们看到也是这样的一个 PDF 档，而这个 PDF 档呢，跟现在在 LSE 妇女图书馆的那一本，边边有黑框、黑边的，就是 copy 版，显然不一样，它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内容可能有一点差距哈。不知道，因为没有对比过。但是呢，我们知道蔡英文手上一定有一本是装进起来的 ，something 有一个东西是装进起来的，所以得给 LSE 的妇女图书馆的收藏的这一份私人的 copy 的复制本，就是印出来，所以才会有黑边嘛。就是影印的时候旁边会有黑边嘛，不过我听说那时候我听说它是一张一张去影印哦。你说 LSE 那一本吗？对，那是一张一张去影印才产生黑边，因为他们影印的时候大概很匆促，就不像我们在影印的时候为了黄黑边哦，还会用白纸贴在旁边把那个光线遮掉。不会，如果是一张一张影印的话自动送纸就可以了，就像他现在扫描出来的 PDF 档哦，就自动送自动送纸扫描出来就好了。说不定他那时候那个自动送纸会卷纸失败。总统府的机器怎么可能？这个绝对不是机器的问题，是他原件的问题啊。他的原件一张一张的啊，所以自动送纸就好了。看那个原件那样一张一张要自动送纸，恐怕会有困难了，因为他至少不是自动送纸，我们知道嘛，他不是嘛？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送到 LSE 那一本是每一张都有黑边，是啊，所以不是自动送纸不是吗？它不是自动送纸，它是有一本东西。哦，你说基本东西把它压过来这样子，是才会有黑边。哦哦，你是这样判断？是，如果一张一张也是一样，你印了那个盖子盖下来，绝对不会有黑边。一张一张印或是自动送纸印都不会有黑边，因为盖子是盖子的。黑边是因为有一本，它是打开的，对，没有错。嗯，是这样子来的，是合理的。对，嗯，所以所有人推测都是这样子嘛，哈。嗯，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你认为他有一本，他手上一定有一本，装订好的，装订好，因为你要去口试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的闺蜜的复仇？我们请导播进来。赖信元说，这个在口试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几本给口试委员呢。哦，所以他有，他手上有一本口试，他为什么不把这一本拿出来？因为是口试本，不能拿出来啊，口试本。里面还有一堆涂改的啊 ，OK， 甚至抽页都抽不掉。那像我们他给我们看的这一页是什么？这个是后来的，他有改过的，所以有的是对齐的，是没有对齐的，有的是后面才放进去的。那他有真的装订一本送给老师或送给学校吗？看起来是没有，我的新证是没有，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再有另外一个证据。好 ，OK。那可是我们先走完这一页，这一页他说哈，9月26号，今年的9月26号，他送到国图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时至今日，36年后的国际经贸环境与法规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请导播进来这一页哈，然后他就说哈，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送出来这一份东西呢？仍在于提供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再讲一遍，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提供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参考。那最应该参考是不是就是跟着你学习的硕士生、博士生，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再举出另外一个证据，这个是蔡英文在政大教授指导的一个学生，名字叫做许万香。好，他这个出版的时间呢是1990年的6月。90年6月，1990年6月，他已经回来了6年之后，还没有申请通过这个当教授，还没。你要知道这个关键，这个东西当然是我是一个硕士生，
我当然希望我的指导教授是非常厉害的，对，所以要么我就直接称他为教授，要么我就只能称他为博士，所以这一份呢，指导教授写的是蔡英文博士，他那时候还没有教授资格。好，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个对照他的第一个学生林环，我在猜哈，林环为什么一开始他当然自己的解释是说，因为后来事情忙派调出去，所以他很后面四年之后才印了他的硕士论文。可是你要知道，在四年前指导他的人竟然只有硕士学位，又不是教授也不是副教授，他只好四年后才印。他的这个指导的这个上面也是写的是这个，指导的教授呢是蔡英文博士。博士。事实上，后来林环在他自己的网页上写的指导教授是蔡英文教授。他指导你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教授，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个好看嘛，对不对？好，我们就回来讲许万香的这一个硕士论文哈。你蔡英文，你有没有给许万香参考？看过，你的所谓的博士论文，你不是说要给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参考吗？那这个是1990年的学生了，更应该看过。我们上次说1984年的这个林环是没有看过你的博论的嘛，因为他没有引用啊。如果看过，怎么可以有拜读过？看过一定引用呢？坚定的信念，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我们共同的支持者，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 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之一，成立与美国建交宣达团，在环保部分，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 team 去做维护基证。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做。那你在73个园要干嘛？办73份报纸，服务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嗯哼，都有台侨是在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然后提供意见进来，我们帮忙来维护基证的调查，也一样。司法改革，这些律师都可以用虚拟货币来给付他。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从 T-Coin 的认同帽开始。